是 yes yes yes。山头大学 ，yeah。山头大学，山头大学。山头大学，山头大学，山头大学，加油！山头大学，山头大学 in Antarctica。It's great to be in Antarctica. Welcome, Shantou University. Yay! 附近很多冰山，那里看，那里有个很大的。第一次接触企鹅啊，第一次见到海豹啊。现在我们准备 landing 到南极大陆上进行我们小组科考计划。很开心，很高兴，心情非常的激动，不一样的体验嘛，想象中的更好更美丽。我们这次的老师和学生的团队呢，把它分为四个不同的题目的考察组，同学之间呢互相利用他们的专业的特长还有他们的兴趣，那么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相信他能够做出更深入的一些研究的课题出来。经过了30多个小时的飞行，飞到这个乌苏怀亚。到了以后呢，首先在乌苏怀亚呢，同学们将会做一些这个他们的科考项目。在当地完成了一些这样的一些研究项目以后呢，我们踏上南极的征程。在南极上面的南极半岛，他们也会把他们的科考项目继续做下去，那么完成他们的。另外的话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的这种探险的旅程也即将开始。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次一次的面对极限的挑战，对同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锻炼，一次一次的去经历不同的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It's so exciting to feel the energy because students want to learn and we like to teach people. We like to give as much information as we can so everyone leaves Antarctica understanding it and knowing a lot more about what makes it so special. 我们这两天主要做的就是在场上听那些专家的讲座，然后讲座过后会对那些专家进行相关方面的采访，然后会对一些游客做一些调查问卷。因为我们每次吃中饭加上等餐的时间就特别长，都会利用这时间跟一些外国人聊天，所以我们正好也打算做一个采访，就想利用这中饭的时间做采访。我们坐船的话是坐一个橡皮艇，我们要有一个 life jacket 救生衣，还有一个水鞋用来防滑并且防水等等。中间的话主要要听从指挥，然后让我们顺利安全的到达南极大陆上。
作为我们科考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人类在这个南极大陆里面给这个南极大陆带来了哪些的影响。这里明显就这两项是不属于南极大陆，而且这个是铁线已经生锈了，生锈的话里面的化学物质就会增多，很有可能久而久之对这里的影响就会变得越来越大。下面的风很小，你挖得够深的话，甚至可以把风挡。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而且也是我们之前南极科考的这个最期望来的一个站，因为是中国的科考站。参观了他们的一个接客大厅，然后外面的话还有是主要是这次第30次，中国南极科考队的一些物资、一些建筑材料，还有一些科研项目的一些装备等等。这样在南极考。每位同学应该来讲都得到了成长，他们都在自己原来的技术上面有很大的进步。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这个不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这些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这样团队的同学呢，他们能够成就一生一世的朋友。另外的话呢，我希望他们把他们这段时间所学到的、所感悟到的回去不单单只是分享给大家，而且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去感召他们周围的一些人。我相信这个作为山东大学的这个教育的改革，我们还会不遗余力地继续做好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项目。